你要相信他的选择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你女儿真的很崇拜你。第三位车主你好，你是一个在梦想路上一往无前的人，每一次投入热爱，真诚而热烈。好的，跟每个车主有个互动，可以让他们满电出发，没问题。转眼间春去秋来，燕儿已南飞，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世相随，在梦里转了千百回。满心何醉，转眼间春去秋来，燕儿已南飞，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世相随。一壶生死悲欢几少年老，明月依旧何来怅惘。